家乐福的派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 PDD 啊，桃园版啊，就说家乐的这个派啊，不能有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一定要家乐满，然后单楼那一种是东北路，是一定要上三楼。这个好吗？他叫这个。好了之后，那、啊、你有带球拍吗？啊、有带桌球拍吗？有啊，有哈、哦，好好好。今天准备来拼杀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上次拿便拍的思维就没话讲。过来准备。他现在多大？你猜你猜，妈快点猜。6个月。哎、欸，好准，果然是当过妈妈。还有吗？应该有开过才会知道。还有吗？你会问他啊？啊？他不是很漂亮吗？是啊。可以吗？你们怎么抓一点？而且蛋糕只有一点。我会害羞的，虽然我今天有在。不要心机。我老爸今天比较好。包包楼上还有人。对啊，可是楼上不要拿去比较保险一点。对啊，那我们要先放下来拿。我是可能。好想吃啊。刚刚还在装机器嘛。先切好，再请他们下来拿。蛋糕好吃吗？好吃。请问你是？贤正的朋友。哪位？阿贤。阿贤的朋友。蛋糕好吃吗？要再来一块。你一定是打篮球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是来打羽毛球。来打羽毛球。好，没关系，待会来较量一下。没有啊。蛋糕哦，有拿哈、哦。有。还好拿。跑步机，可是试试看，因为他们规定不是运动不上的人不能上去。啊，是规定哦。美女三。踩了好一会。啊，是哦，哦，那可能他今天比较没有空管。好，没关系。我女儿，好可爱哈、哦。哎呦。叫那个应该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叔叔啦，叫叔叔就好。你这样我都不能接受，叫哥哥就好了。那哥哥太年轻了，他几岁啊？4岁，像4岁。哦，这边都是4岁左右哎、啊，妹可也是4岁左右。赶快养，赶快养，来不及进去。哎、欸，有吃蛋糕吗？有吃，有都吃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吃了。嘿，待会来楼上来装机器，待会来唱歌打球。没有，我羽毛球拍。真的吗？来来。羽毛球好、哦，这么多人都不怕死。没有，不要跟你打，跟爸打一样。他最近都爱练羽毛球。对哦。没有，我都偶尔打一下。蛋糕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我问什么？啊？我有这么多人在球池里面。对啊。我一直很纳闷，球池这么好玩吗？够了，球池就够了。哈哈。好，去。对，看镜头，对。啊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你们吃到蛋糕吗？蛋糕。有。那、啊、我老婆。为什么小孩子这么喜欢玩球池？继续玩吧，找回童真之心。大的还是小的？这个是是吗？这个是吗？是我们的人吗？不是啊。我不晓得怎么录制。这样才自然啊，就不能惊啊，没有人吃东西还惊的。贵妇桌。贵妇桌啊，哪里有贵妇啊？有啊。都是便宜货。
有啊，中立夜市牌的不一样。马上明明就是不一样。啊，有吃蛋糕吗？有啊，吃了。然后待会上来唱歌，然后开装机器。那个麦克风修好了。你这样很像怪叔叔。对吗？每次看到你就拿着一台相机，然后这样到处拍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拿相机，我没有那 DV 更大台。你公司的麦克风修好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文成带自己的，在楼上在装，一间是摆 KTV， 有人带音响。两只。应该是两只吧。我想一只。啊，另外一间就专门玩电动。玩电动。嗯。不是，你这样很像怪叔叔。为什么？我 OS 啊。可是你这么近照，没有看起来脸会很大。对，脸会啊。远一点，因为板上的人说，每次脸都那么小，都不晓得就是听。你要看那个，你每次都拍到了，很多。好的，那我用近一点，我这样好小都看不到了。你保持一公尺。看不到清秀脸庞。你脸比较小啊。对啊。还有在，先楼上这边啊，有羽球组、桌球组、篮球组。蛋糕好吃吗？啊？哦，对啊。